现在是一个假日的午后时光，我又是带上我漂亮的饰品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去北海岸，因为呢我们家有一只狗还有一只狼是需要户外活动的，我要带着他们去海边走走。他这里来，他知道他要出门了。真的吗？对对，这个 mom's bag。 他现在有一个，他现在有一个妈妈包。哎呦，好兴奋，要出门，你知道要出门对不对？啊，给妈妈抱个抱个抱个。哦，你好乖哦，带你出门，带你出门，走，出发，看海。不要在外头了。你很可爱，不要在外头，出发，看海，看海哦，是海耶，是哇。直接被辅导的妈妈。好，那带你出去看海，不要这么兴奋，走。走了，万岁！兔宝很开心，你开心吗？是开心的狗狗吗？是吗？你开心吗？他就是在看来看去，开心哦，开心哦。不觉得人啊很好笑哎、欸？养了猫跟狗啊，智商都变很低，然后变得很可爱。就是我们每次问餐厅都说，我可以带狗狗去吗？就是我就会这样。对，我觉得大家都这样，所有人都这样。可以带狗狗吗？狗狗就会变碟子。身为那边店员，一听到这个，一定就是白眼想要先搬上去，想说狗就狗，有什么好狗狗的？是搞不好他们会有就是 relay 到一些很甜蜜的回忆，比如说哪一只狗狗啊特别可爱的时候，他就觉得狗狗猫猫 OK 的。这样。我觉得啊，这如果有不好回忆，就会觉得狗就狗，什么狗狗。但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啊，遇到宠物可爱的事物，就像人家遇到小 baby 啊，然后或者是遇到猫狗这种可爱的事物，就会变叠字，跟人也变得可爱。对呀、啊，难怪我们一家都这么可爱。对呀、啊，连我都变可爱了，我以为我走酷帅美路线，美，冷艳美路线。我要说，我以前怎样觉得这一段路超幸福的？我觉得那幸福感是这个溢出来，就仿佛你才刚开始感觉到幸福的感觉。幸福来了，对，幸福来了，就是看看山，然后突然就变海，对，然后就这样一个坡下，然后就有山有海，超漂亮。哦，这里就是这里 ，right now， 就是 right now。这就是人生开始感觉到幸福的时候，那个幸福感总是特别的强烈。现在看还是觉得很幸福，可是我永远记得，就是不会比那个时候看到这种自然景观来的那种感觉。第一次感觉到的时候，你会觉得特别的震撼。对，因为我以前假日都会靠这个来散心，课业繁忙的，怎么来啊？我爸。不然嘞，我想说你那么小，应该还不能骑摩托车。我以前高中骑嘞。对啊，所以我在想说你怎么来啊？我想我们两个有个浪漫的故事。什么？我想我们从小就住在一座山的两边，一个看左脸，一个看右脸。讲啊！对呀、啊，有浪漫吗？浪漫，对吧？后面，对，但我不知道我看的是左脸还是右脸。我可以说我看的是右脸，你看是左脸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好。真的吗？真的啦。哦，还怀疑我？我静静在怀疑我任何有关方向性的问题。好，就是这个左脸与右脸的山，所以现在是左脸，我现在是看右脸。嘴巴在左手边。嘴巴在左手边，所以是左脸的。什么意思？眼睛在右手边，这是一个侧脸。对啊，所以侧脸这样的侧脸不是左脸吗？是左脸哎、欸，傻眼。静静在怀疑我任何有关方向性的问题。我操！怎样？
骗我不懂方向是不是？完了，我刚才讲了这么挑白的话，静静你在怀疑我任何有关方向性的问题。结果竟然是如此，还叫我不要质疑你。我就想说，是不是我不会看脸，我连嘴巴的位置都搞不太懂。我们今天找到一个，就是有一项是主题餐厅，然后我们后来发现，其实北海岸好多餐厅都可以带狗狗去，就是很宠物友善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以后应该会很喜欢带狗狗来北海岸。然后，然后我们就去那个主题餐厅，我刚刚打电话过去，他说他什么？今天预约都已经满了啦，只是现场后位。那我想算没关系，我就是赌，我今天就是要去那一间，先在旁边走一走。对啊，等的时候万岁有事情啊，就可以记录他的把妹行啊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走一走，然后等，我可以等一个小时，我超能等的，我们超能等的。那万岁就放电一个小时，然后我们在那边看夕阳一个小时，我就不信我等不到。突然有感而发，想要讲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两个客人真的是很难做到定位这件事情，因为心情会变，对不 对？就是你有时候你今天想去那里，不代表你预约的那个时间你还想去那里啊。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很急之急行的人，我们就是还要看天气，我觉得天气很重要。我们就是现在想去那个地方，我们就是要去那个地方，所以我们是那种属于很愿意等的客人。然后我们通常是不搞定位的，因为心情真的会跑掉。对啊，走，我们两个觉得心情很好，觉得很开心。然后有一只狗狗应该也很开心，笑在家的睡觉。但我相信等一下它就会充满能量的去帮你。这里很漂亮，这里就是离海很近，这里很多那种露天的咖啡车。对，咖啡车，它应该是通常平日看不太到，它就是只有假日六日或者是连续假日的时候就会出现，然后就会像现在这样，对，停一排车，然后这里就会有这个棚。我跟你讲，我小时候真的最爱最爱就是这条淡金公路，但是就是都没有人想带我来，直到我长大才能有狼跟我来。希望狼以后也可以常常跟我来，虽然我很多次要求很久，而狼却不带我来，所以我今天再次跟你在这边声明，希望你以后可以常常带我来。 OK。 哎，你曾经答应过我，养了狗狗之后这一就是 favor 到两个，我就觉得很划算，就很划算，这样很划算，对，这样很划算。你要直接肯定的答应下来，而不是这样可以好像不太肯定，然后犹豫，好像觉得自己被坑。我觉得这里一路上都没有那个叫什么屋檐哎、欸，超热的。然后如果说你那个咖啡车的棚子用满，我跟你讲，不用担心，我这里 promise 你，因为我也很逊，好不好？晒太阳就会直接死亡。对，我会直接死亡，所以说我 promise 你。会这样子，好，就算要来一定也是挑一个就是傍晚。好，可以，就是不要那么热，不要让我热到一个会疯掉死亡就好，是不是？好，真的很兴奋，因为很多女生，对不对？很多女生。哇，万岁，坐下。四个多月哈。嗯。万岁啊！没看到女生是这样，每个都想跟回家。他们都很亲人，他们喜欢跟人。你乖。我觉得看狗狗。你乖，你乖。我跟我们家这个蛋，你乖。万岁第一次踩草皮，开心哦！喜欢草皮吗？嗯。定好位了，定好位了！万岁第一次踩到草皮，我们家好有爱哦！跑掉，闪呢、欸，笑死！哎、欸，你看，跟你颜色一样的马哎、欸，哦，好近哦，好近哦，好可爱哦！好了，这是高中狼的高中老师，看到就叮咛他说：“你要记得要还是要运动，还是要运动。”知道吗 ？OK， 我派他，他是我现在是我教练，他现在是我教练。赶快跑！他会带他出来走走运动。妈妈很爱你，你知道吗？最爱的狗狗就是你了，你是妈妈最爱的狗狗，没有别的敢保证。猫不敢保证，但是狗狗是最爱你的，好不好？哇，残酷大考验，请问
家里的宠物排行榜现在开始排，三二一 ，Go！ 妙丽贝贝万岁！你是最后一名，但是你是唯一的狗狗，你是唯一的狗狗。目前 so far， so far 你是唯一的狗狗，以后不知道。昨天超幸福的，这样。虽然到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，但我觉得晚上浪漫。其实你看那边都是海，然后这边又有草原，然后呢，我觉得万岁也很开心。上次我觉得你也很开心，就今天很幸福哦。猫猫应该很幸福，没有狗狗的打扰，我很开心。你开心吗？开心，太好了呢。这是我的两个最爱，我今天穿很烂哎，你听到了？你很漂亮啊，妹妹。现在虽然是背光，但我觉得背光的都美，就是你看像那边的树这个样子，然后就是很漂亮的剪影。它那个马在跑。然后还有远方的小马在跑，那个马小到一个不行。万岁真的很开心呢。万岁！他是不是有可能在草丛里尿尿了？我都搞不清楚，因为我刚刚看那个姿势，然后蹲在那一阵子。果然是个妈妈，有妈妈懂，妈妈懂自己的孩子，是不是有可能？万岁，万岁啊！你刚好上厕所吗？有吗？要不要检查你是不是湿湿的？你要上厕所吗？你刚好上厕所吗？终于轮到我们了，我们有位置了。开心。你在这里很棒哎，就是反正就下午就来晒晒太阳，然后走走，就是不会太热，然后饿了就可以吃饭，然后可以看个夕阳，还可以看个美人，然后就可以一起吃一个，就是嘴巴吃，眼睛也在吃，真的很漂亮。你今天我喜欢，我喜欢办户外的。像这样吗？我现在真的觉得很划算，就是带你跟大万岁一次的车有两个开心，然后你们开心我就很开心。对，开心，很开心吗？你开心我就开心，我觉得万岁也很开心。我觉得空气湿度味道都很好，舒服哦，凉凉的。对，我觉得你今天戴的很好看哦，好亮，我今天挑的，好亮啊。好亮哦！这个耳环真的超亮的。你是很会挑耳环哎，妹妹。我真的很会挑适合我自己的耳环。没有，也会挑适合我的、啊。我觉得你超会挑耳环。我现在都戴你挑的耳环。我很适合戴亮亮的环状耳环。我也适合。我后来发现，原来我是是不是？你真的很会挑哎、欸！你有没有发现，就是有一个缺点，就是你每次都帮我挑，挑完之后，我们每次都会选一样的耳环，然后在那边厮杀到底这次谁戴。对，就看谁比较坚持。那个也很适合你，但是就是不适合我，也不会不适合我。其实就是我戴起来比较好看，对不对？这也不会不适合我，可是就是你是亮，你喜欢的话就交给你了。我最近也喜欢戴亮亮耳环，我觉得很好看，就是有赚跟没赚的感觉。嗯。不然我就分他一个，你们就会融合哎、欸，像孙悟空一样。不用融合，就是我们就是母子耳环这样。然后反正这耳环啊，就是输入 Baby Wolf 10就有9折的优惠。一样啦，商品链接跟折扣码我们都会放在影片的下方资讯栏，你们可以再参考。但不用担心，我不会帮狗狗穿耳洞，我不是那种狗。喜欢的话记得去买哦。万岁，你是植物杀手呢？你为什么要一直去破坏人家植物？植物会哭，你知道吗？我等一下吃饱饭就带你去找女生啦。你再等一下嘛，休息一下好不好，乖狗狗？要不要喝水？那里有水碗啊，不要再歪头了，很可爱。傻眼，不要再歪头了，太可爱了。不要再弄植物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叶子，不要再弄叶子了，旁边那是尸体。
喜欢今天约会？喜欢。很开心，快乐，开心，就觉得很幸福了。幸福。嗯，喜欢说走就走的旅程。嗯，我也喜欢。万岁喜欢吗？万岁喜欢。恐怕是喜欢的。喜欢。嗯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。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嗯，先要说拜拜。拜拜。他很好 Q 你知道吗？我只要这样这样这样，他就会跑了。再次。